喂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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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的，又是垃圾广告！哦，这这，哎，又来，不接。哎，老板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故意不接电话的。哎，不，哎，不，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尴尬呢？今天亮哥就教你怎么能够通过震动去识别你的重要的联系人，再也不会错过或者误接一个你不想要的电话了。上次提到呢，在 GoodLock 里面的声音助手里面新增了这样子一个叫 Customer Vibration， 那你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个震动去设定不同的人。比如说我可以增加一些紧张感，老板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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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存，起个名字叫 Boss。 好了，那你就完成了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进入联系人，比如说选定一个联系人，他是我的老板，只要点击一下编辑，然后呢在编辑的下面呢有一个更多选项，点击之后呢往下拉，可以看到铃声，你可以选择一个铃声。震动的话呢，你点击一下震动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刚才我做的这个 boss 就出来了，点击一下保存。好了，那下次你的 boss 打电话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按照刚才那个震动的声音就震动出来了，所以你放在口袋里面就知道谁打电话来了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？关注亮哥，带你每天了解些新的三一手机使用小技巧。